早上先生，早上太太，你好吗？我要介绍自己，我叫名叶爱华达尼，我今年24岁，我身高152厘米，我在中五十安分卡，我来海亚尼，我来做分，我要一个吹落水，我以前有工作见面，海亚加达两年。照顾小朋友，暗晒老米坐青吉度嘅，我身未靠，我读书读中学毕业，我识少少方图啊，我暗识粗弱，但系我可以追粗弱，我暗轻靠，我暗轻貌，我识追中国送开字，正义正界正单，随家离开，炒菜播竹老米破档，我想起香港菜嘢。因为我想玩到的钱被我自己弄为我屋企人。唔该陈先生，唔该陈太太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